霸气啊，好看啊，是吧？酷啊，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啊？娘妹啊，毕竟肯定有点害怕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当场车主也在啊，如果我是车主的话，你套了我的牌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而且又是那么牛牌，那个牌在网上排了六十多万。我靠，这个50宏光 S 还真牛逼啊。那我这50宏光 S 是怎么样呢？我靠，还装的咩个还没报呢，看没报。耶哎，